好，我们继续开会哦。来，现在有陈明哲议员哦，带领罗德、乌来、家庭、阿莲、残寮乡亲哦，当中八辈哦，莅临本会旁听席旁听哦，我们热烈欢迎一下哈。好，谢谢大家乡亲哦。现在由我们陈议员执行，时间45分钟哦。好，谢谢。谢谢哈，咱的大会主席哈，副议长蔡副议长哈，这届明德啊要质询咱县市政总执行了哈。首先呢哈，特别要来感谢咱市府团队以及咱中央委员哈，对着咱捷运哈，争取到罗德到乌来了哈，这个。议题啦吼，经过行政院的核定啦吼，首先啦吼，要特别来安尼感谢市长啦吼，对着这方面对阮的地方的重视啦吼，以及有若要来特别欢迎啦吼，咱的台积电要来罗德设厂，这是一个非常吼，会当讲带动地方啦吼的欢迎，以及就业的机会，所以讲嘛特别要来感谢咱。市长一直来欢迎吼，首先，阮头200几个吼，有那特别啦，先来拍一个鼓啊，表示对市政府的关心嘛吼，关心，谢谢哈，市长有听到吼。县市合并以来，经过即马来讲吼，应该是时间啦，伊要算是12月25啦吼，12月25是第6年末吼，但今仔是12月19。嘛算应该是6年半，爱县市合并起来，会看到伊的优点，嘛非常已经拢浮现出来。家庭啊，一个海花，将近嘛几啊亿，即若县市合并无法度通做，无县市合并会当讲是真正无法度能完成，因为过去的经费有可能是编一个700万，编一个1000万来整治一个海花。拢是等下有海沙，等下海涌冲起来，就拢无法度。所以讲，县市合并起来，的确有看到一寡成果。拄仔我嘛看到，就讲拄仔讲到，就讲捷运到罗德到乌来，这嘛是县市合并起来优点，较有法度通做。所以讲伊这个合并后啦吼，面对着较侪的竞争力啦吼，我相信是百姓。咱的乡亲啊，所期待，咱合并后有277万的人口，在咱一个市，算讲一个县都，一个首都嘛，形成着要将近300万，这是一个真大的竞争力。所以讲地方的税率嘛，应该拢有增加，嘛对着这个自主性啦吼，提升着市民的生活品质啦吼。会当讲是合并后啦吼，嘛非常诶有一寡吼，咱诶提升，包括咱中央筹备款诶补助啦吼，这拢是一个明显诶，而且我补助诶增加吼，拄我讲过，咱有捷运来到乌来，就带动整体诶投资，这就是一个县市合并起来诶一个优点吼，当然咱难免。有优点，嘛有一寡缺点。缺点就是讲，有时大家拢知影，合并后啦吼，地价税会增加，包括税金会增加，代表着咱小民众小百姓，伊个库底啊，就会为着吼加要出1000块、2000块，甚至3000块会烦恼。当然这就是一个县市合并啊，但是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啦吼。我相信讲，咱市府这边遮嘛应该会当体会啦吼。即马未来诶税收诶问题，甲整体诶时阵县市合并起来，因为过去咱是高雄市甲高雄县，原高雄县是会当讲有一寡稍微诶一寡税诶落差，所以讲伊一直把合并了诶时阵，伊阿市当然即个税诶时阵哦。咱的百姓一时间生活水平提升，但是就讲有对着这部分者的税收啦吼，大家政府有增加，但是人民的荷包啦吼，这部分者啦吼，我希望讲咱的市府这边者有那特别
会当来处理安尼吼。啊，这是官企合并的优越点啊，拢有。啊，当然有看到官企合并起来，有一挂小型的建设看袂到。过去乡镇有乡长，乡长拢特别啊，乡镇拢特别来建议挂小工课、水沟道路，啊是清水沟，啊是讲一挂啊，那小块歹啊，随去破败。啊，这就是讲。咱有时爱行政程序的发包，冗长的行政程序发包，有可能在短期间变成感受讲，哇，官企合并起来，伊小问题看到的问题，啊，结果拢虽无法度能解决，啊，但是就讲，这拢是行政程序的问题，啊，行政程序唔是咱政府无重视，道路歹，咱一定修补，但是行政程序有可能唔是一个月两个月就随会当做，有可能就爱冗长到。半冬一冬吼，这就是咱行政的定数啦吼。啊，这个管区啊，并如果定数来到当弥补的时候，我相信讲会减少一挂真大的民怨啦吼。啊，当然拄好吼有特别讲到捷运来到罗底甲乌来，啊，我嘛拄好特别啦市长啊，包括吼啊，咱所有咱的中央委员的争取。啊，包括阮地方的邱主委吼，嘛真认真来争取。啊，这就是拢整体啊，市政大家推动共同的推动啦吼。啊，包括阮地方，阮的里长，大家嘛拢足期待。啊，包括遮社区理事长，大家拢用心的期待，啊嘛是用心的争取。啊，地区有这个捷运到乌来，捷运到乌来是会当讲是一个啊，阮在足济工课。大家会当讲用想的，唔敢讲来，会讲讲啊，这有影会落实未？啊，我着会记即我自做议员，嘛是开遮官议员的时阵啦吼，做官议员的时阵，啊，十四五当前的时阵，我着讲，县市要解决着高雄县的问题，一定爱县市合并。啊，当时话八东，大家讲啊够有影，但是八东后嘛是真正县市合并。啊，当然，咱一定要替地方争取建设。捷运有在高雄市原伊啊多到咱的桥仔头、冈山，咱嘛希望讲会当来争取到啊落实到乌来。啊，结果有影，经过大家努力啦吼，经过大家争取，这条线总是咱行政院核定吼。啊，当然核定啊，咱嘛要感谢着讲经过吼，会当讲35届委员会的审议。争取35届的这个行政院的争取啦，才会当然的落实啊，这是非常吼，无简单啦吼。啊，当然咱高雄的捷运啦吼，要到罗底到乌来，伊的总经费是要有272亿哦，8300万啊，总长是11.5公里，啊有7个车站啊，当然以这个108年啦吼。来终归核定之后，就是讲112年，咱就要来开工啊！116年年底要来完工通车吼，这是一个时程啦吼。啊，当然就讲，伊这部分大家有看到，因为捷运是中央的预算啦吼，是全部算起来要272亿，但是呢，所有咱市府的，那么。市府团队、市长这大家会要配合啦吼，真正这条捷运嘛无法度通做。总共我也算过啦吼，咱的市政府的时阵，拄好要将近111亿，啊，这一百十一亿啦吼，是非常重的一个数钱啦吼。啊，这当然这个预算，啊，我嘛要来请教咱市长，对着这个111亿啦吼的编列啦吼，是不是啊有这初步的？落实的看法啦，啊，这当然就是讲大家真关心的吼，是毋？咱请市长会当来恁来做说明吼，谢谢。啊，市长请答复。多谢主席啊，多谢党议员吼，感谢你对今仔日的高雄捷运延伸甲罗德乌来，啊，这是经过真长的时间，啊，伫马政府的时代退回15遍。吼、哦、啊！我是感觉今这边啊，真无简单，已经核定啊，即个核已经决定了，中间有一挂停事，但是要甲开工啊，甲完成啊，我个人对这个时间我是有意见，
我希望也爱加速，吼、哦，爱加速。啊，从这个部分，我会国家中央伫这个部分，如果伫国发会，吼、哦，一个审查的过程，吼、哦，我感觉咱的职务局爱当伫咱相当来配合，啊，时间加速，吼、哦，啊，我会感觉卖讲一条职务啊，都爱拖遮济重，吼、哦，这第一。啊，第二就是讲，咱今仔日中央甲地方，咱地方政府差不多要110亿左右，吼、哦。啊，这是讲所有七个车站，吼、哦，对咱市政府当然是一个真大的负担。啊，不过就是讲，你咱的七个车站沿线土地的开发，啊，这是咱的目标。啊，市政府未来伫工商国五咱路的乌来。啊，规个这个路线，吼、哦，啊，规个土地要安怎来调整、等等，啊，这来创造真济利多，增加市政府的财源，安尼咱伫地方的建设，啊，才会当顺遂圆满。谢谢，谢谢，谢谢市长吼，啊，对着这部分者的整体，对着地方的一寡开发的看法，吼、哦，啊，当然有算上，哦，这就是讲拢初步估计，大家拢无问题，吼、哦。就是讲，咱核定的这个计划，当然的自有财产、自有筹备的111亿啦，吼，拢是无问题，是不是？咱财政局局长会当来做一个补充说明，吼，来。局长答复。多谢副局长，多谢陈议员哦。他都啊，市长嘛讲啊，建设会带动咱的咱房地产，也是地方的繁荣。那财源自然有土是有财啦，哦，配合这个建设，咱这个迄落当然无够的部分，咱逐年来编预算，111亿是真济啊，但是啊，他都要指定个要加速之外，分年我们预算搭配我们自有财源这样来编的。好，谢谢，你无问题啦吼，这市长但只保证啊，乡亲保证讲这条路线搁要加速，啊，这特别讲。啊，咱市长吼，啊，市府团队加油啦吼！啊，当然，伊这条路线，我个人会浅见的讲，大家拢看到吼，即马有规划到七站到大湖，啊，大湖这是未来，就是讲咱南北向，伊在南北向的时阵已经规划到，会当讲大湖就是咱台南的平原的一个交界，啊，是毋是中央啦吼？会当过来重视讲。台南这边才到咱的大湖站，会做一个规划、哦、我相信讲这是一个足重要，因大湖有足重要，阮湖内有足重要。即卖目前的位置就是讲，你到大湖是毋是要来做量体巩固？这量体巩固以后啦吼，有可能会当来延伸哦，做一个轻轨，还是讲一个衔接到我们的啊、台南站的高铁站。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因为这是啊，咱台南因为到乌来，咱就要思考到咱整体的生活圈，要让结合咱台湾台南，啊，台南是一个整体起来，啊，大家再如果能够继续延伸落，会当看到是奇美博物馆，哦，这是一个啊，有那是足重要，到有台南到台南，咱的机场，但台到台南的机场，所以讲我嘛捌人。台南遮的一寡咱的立委伫做交流的时候，讲台南这边遮势必啦吼，你若接应到乌来，有可能嘛是一定爱来规划到台南到乌来，啊，甚至这部分足重要。啊，着市长，有那最近特别重视的绿能产业拄好即个乌来的整体边啊，就是沙崙，就是一个台南高铁站，即整体。绿能产业包括咱陆竹科学园区，啊，包括绿能产业这边家的结合，啊，市调是讲来南科这边家来做一个陆竹的基地做一个结合，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概念啦吼。但是以这个沙崙，伊是绿能产业是中央规划，啊，这未来对着咱科技的发展啦吼，啊，包括拢是非常的重要。啊，所以讲我嘛讲感觉讲乌来包括罗德。包括阿联，咱的平原这区块吼，来做一个真大的整合。啊，其实我嘛对着市长吼，啊，你讲中央规划到台南这个绿能产业啦吼，哎、啊，当过来提升到我们整体啦吼，高雄市的
北高雄市的整体的区块，我感觉讲市长你有那真有眼光，啊，对着地方的发展啦吼，我嘛有真大的期待啦吼。啊，当然，以接应就是交通网，交通网来就是会当吸引到咱的厂商啦吼，的进驻啦、投资，啊，当然会增加到咱的就业的机会，啊，带动到整体欢迎地方啦吼。啊，我就是第二个主题，就是上个重要。因为捷运有规划、有宣布啊，来大家看到的就是台积电，台积电就随讲来评估啦吼，讲要来咱的陆科这边才设厂。啊，这是一个啊，大家拢知影吼，台积电是咱啊台南、台湾吼一个啊是一个真科技吼，晶圆厂代工啦吼，啊，即卖发展三奈米到五奈米，而且个足重要的企业，伊的年产值啦吼。那做8000亿啦，都要赚毛利率都要赚4000亿，啊，扣掉税后，它是3000亿。哦，这是台积电吼，一个是讲伊的获利啦。目前咱台湾的企业啦吼，做营业额做甲遮济啦吼，会当毛利率啊，包括税后有3000几亿啦吼，这是一个非常无简单的。你像鸿海啦，我比如鸿海是做4条外，营业额4条外。但是伊赚的毛利率啦吼，无够10%，哦，无够10%。哦，但是这台积电是伊的毛利率，伊是会当带动到50%。啊，这是一个真世界真需求的一个咱的厂啦吼。啊，所以讲咱台湾的政府啦，国科会这边遮嘛拢尽量伫遐协助。啊，我相信讲对着咱台积电啦吼，有时大家拢真清楚啦吼。啊，必须要大家会当来重视。伊南科目前南科伊是已经设加第7个厂，哦，我啊遮大家报告就讲，目前伊是做加第7个厂，已经投资7500亿。伊咱台南的这个所在，正式的员工、正式的员工啊，差不多11000个。啊，所以讲咱会当期待就讲，台积电那如果来遮设厂的时阵，伊会带动着整体起来年产值也好啦吼。啊，整体起来，咱的就业人口啦吼，会增加，啊，这是非常的重要。我想讲，啊，利用这个机会啦吼，啊，对着咱台积电啦吼，要来投资啦吼，啊，我相信讲这是大家真大的期待。但是要来投资，咱欢迎以外，我特别这乡亲嘛真欢迎。但是爱来有一个问题爱来解决，所谓解决来讲，伊面对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土地的需求、水的问题、电的问题，包括咱空污排放的问题啦吼，等等。啊，当然，伊这个部分啦吼，我嘛是希望讲吼，啊，咱的事务团队啦吼，这部分才一定要用上届诶热情，会带上来解决吼，这个部分才啊慢慢一一吼，会当来解决伊才面对的问题。啊，市长拄着这会面临的问题啦吼，是毋是会当来？来做一个未来的，做一个会当讲啊，补充说明一下安尼吼。我是乡亲足期待咱台积电落地，尤其落地吼，这对台积电的期待真大吼。谢谢。来，市长答问。多谢主席啊，多谢邓议员用两个方向答复的吼。第一个，中央未来的绿能园区，吼啊，当然因本来宣布。转伫咱的台南沙仑，吼、哦、啊！我有甲总统啊，有甲院长报告，讲高雄伫绿能发展上，我们跟台南一样，我们高雄是非常的进步啊。同时，相关的产业的聚落慢慢的形成，所以我认为绿能园区，吼、哦、国家对外宣布，袂当怎讲伫台南的沙仑。应该讲台南沙仑高雄入主，哦，就是讲未来咱的绿能的发展，就是按这两个方向，我们的入主科学园区甲台南，那总统跟院长都同意，那我希望因未来对绿能的发展是要重视台南跟高雄，哦，这一个方向。啊，第二就是讲台积电未来。高雄投资，在这个部分吼已经进行一段时间，但是拢由担副总统
陈建仁副总统在统筹科技部、经济部，啊，甲咱高雄市政府、高雄市政府相关的局处，啊，为着讲台积电也是来投资高雄7500亿，啊，伊要伫的地点，啊，包括可能会面临一寡问题等等，吼，咱相关的局处拢已经有真具体。感觉讲，咱市政府愿意用单一的窗口，足欢迎台积电一个有指标性的产业来咱高雄投资。到目前为止，拢真顺利，吼啊！所以讲一个时机成熟，我想陈副总统啊，甲台积电啊，拢会对我甲大家清楚说明。啊，所以讲到达位置，咱高雄市政府应该爱配合的部分。啊，我感觉咱拢真愿意，啊嘛真欢喜，啊真欢迎。谢谢。啊，从这部分，谢谢。谢谢，咱市长吼，对着咱的重视啦吼，啊一个高科技的一个世界领先地位的吼，台积电要来咱高雄设厂是一个真好，啊对着安尼欢迎，啊当然拄啊拄着问题啦吼，一直啦吼来做一个方面，来做一个解决，感谢吼。啊当然以这个。啊，有建有一个交通的网的建设，啊，看到就是未来啊，当然就是咱爱厂商欢迎嘛，吼、哦。啊，当然欢迎厂商的这个过程啦，吼、哦。相信咱嘛是爱重视啊一挂问题，就是包括吼、哦、咱的环保的问题，因为你环保做无好嘛袂使，这是后代子孙啊要大个所在。咱台湾会当讲无，望无大无大，小无小。但是要维护一个整体起来的环境啊，这过去啦，咱的啊欧美国家伊维护环境卫生，伊是维护足，算讲有较先进、较早。但是着咱这个部分者有先结上啊，有欢迎啊。但是咱嘛希望讲，伊这整体起来，咱厂商啦吼，对着咱所有啦吼，诶一寡诶污染，咱一定要改严格监督啦吼。啊，有呐，嘛是爱请有关单位来做一个查起啦吼。啊，这个路德大龙仔啊吼，新恒啊，伊这是一个农场啦吼。啊，这生产工厂设立啦吼，啊，着过去拢电咱报纸拢有过啊吼。啊，这个有一挂暗讲的问题，啊，暗讲的问题，这是来讲吼，我嘛讲啊，对着这部分啦，我特别要请示讲，请教讲咱水利局，水利局这边者吼，对着这方面的看法啦吼。啊，我相信讲对着咱啊，电缆这间家的厂商啊，对着这个暗讲的时阵，这是要安怎管理？来，谢谢。咱水利局先生，谢谢主席，谢谢陈议员哈。那跟议员报告，就是这个正南公司在整个连外的排水计划书里面哈，那确实依照公司的一个制程，最后的排放有在我们的这个排水计划书的那个断面图下方有标示的这一个两根的排水示意图，好，这个部分那确实有在图上有标示。那因为地方上面对这个排水管哈有一些疑义啦哈，那我们这个部分也有跟那个正南公司去讨论哈，那也跟正南公司正式发文说，配合未来这一个主管机关要去做一些管线的稽查，那我们是希望他们把这两根管改成明管，这个部分水利局有正式发文。好，你他们公司就是有配合我们的单位来做一个更改嘛哈，因为现在还在停工。哦，好。那我希望这个有余力，就是要消除百姓的余力啦。哦，袂使讲你拢你因讲安那，就结果伊进程就大落吼。啊，这大家有发现问题，啊，一定要向咱所有余力的大家在乡亲啊做一个解释，因环境嘛足重要吼。啊，你请坐吼。啊，所以讲我嘛对着这部分啦吼。啊，包括咱啊金花市这边家啦吼，咱。啊，产业发展啊，文化的保存啊，吼啊，搁啊，甚至讲电缆这部分，加伊的文化遗址有卡到这文化遗址，是不是爱需要来下令吼、啊、一挂停工的动作？那、啊、你是不是当来做说明者？啊，局长，好，谢谢主席，谢谢陈议员哦。
跟陈议员说明了，就是我们其实所有关于文化遗址的保存都有明确的法令规定。那其实包括这个案子，就是他们在开挖水路，这个水路的开挖其实也是有提出计划的，就是它是一个雨水的排水的一个管路。那他们发现说有可能会经过遗址的时候，市政府的态度很明确，就是我们依照法律，如果它有可能会影响到文化保存或是对文化遗址有可能造成损害，我们会立即请他停止施工，然后在厘清所有相关的问题之后再来决定接下来要怎么做。我想市府一向的态度都很清楚哦，就是你产业发展如果有碰到跟文化遗址抵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所有的相关的问题理清楚。好，一方面，警察局是重视企业的发展啦，吼，当然，徛在这整体的环保的问题，也是要共同协助啦，吼。好，请坐，谢谢。那我也请问一下啦，吼，我们的环保局长，吼，以这种的暗供，当然，以这个讲要排水啦，吼，废水包括吼河水啦，吼，这种情形啦，是不是当做改善啦？好，我相信讲这。吼、哦，这是百姓的余力嘛，吼、哦。你是不是讲把这个电缆这种的动作啦？因这边啊，因有讲过三四间拢无申请，结果全员申请，感觉吼、哦、这种的动作有较奇怪啦，吼、哦。是不是当作说明一下？咱环保局长，吼、哦。环保局长，好，谢谢。好，谢谢副局长，谢谢陈议员，哈、哦。基本上是安尼，就是伊的排放的许可，伊也来环保局这边来申请啦，哈、哦。啊，许可内底，阮会照目前还收书内底的要求，伫伊个厂区的即个西北侧这边才来排水，吼、哦，啊，佮包括伊个水量、伊个水质，即拢伫迄个许可内底拢会做管制，吼、哦，拢后手拢会做一个管制。所以基本上是还收书安怎规定，伊个后手的废水的才会处理的许可的安怎去核可它啦，这是安尼。好。这个环评师是最高的单位嘛，我相信讲你若水利局，你这边只有公路，有要排河水的，啊要排什么排废水的，当然你今仔徛伫立场上，你爱知会我们的环保局，哦你一定爱大家协助的嘛，吼、哦，袂使讲伊做落，结果环保局这边只唔知，啊唔知啊带落来了空起来，安尼产生了大家的错觉啦。哦，这点是咪咱水利局啦，吼，甲包括环保局会当安尼协调好，啊，该人知会爱人知会，啊，无伊这边只唔知，环保局唔知，安尼就火气啊，就会产生了一些吼那个做着违法的代志，吼、哦，是唔是安尼？吼、哦，谢谢你，有那继续来做一个查气，做一个。这个部分后手底，阮底受理迄、那个。许可的时阵，阮会含水利局这边密切来做一个协调甲讨论。好，谢谢。哦，当然，伊这个未来啦，吼，大家拢是大家重视环境啦，吼。我都讲过，台湾是会当安那拍拼嘛，是爱后代留后代啦，后代子儿孙啊，这就是会当留的，就是一块土地。土地就是爱重视啦，吼。重视环保啦，吼。我相信讲未来的环境是非常的重要，一直环保，我嘛发甲环保局来做一个检讨啦吼。咱环保局啦吼，这边加电动车哦，未来的趋势哦，这是未来的趋势，这是节能减碳啊嘛，当保护环境啦吼。我嘛要来问咱的局长啦吼，全面改为全电动垃圾车的看法哦，包括吼。每年编列咱的汽柴油的预算啦吼是偌济？中央补助电动车，甲地方配合啊，要安那来做一个协助的探讨。我讲先讲一下吼，环保车伊是未来的趋势，这是每一日啦吼，每一日啦吼三百万的民众，伫为着这个清粪扫伫头壳疼吼，这是咱的，这包括你接触到咱的。咱的环保车啦吼，就是垃圾车的问题啦吼，非常严重。这就是咱百姓吼啊，这个在倒粪扫吼，包括吼、大家拢有看到吼、这重点是安尼，大家才有看到。咱伫倒粪扫的时阵吼，倒垃圾的时候，拢看了，拢排气孔，排气孔就是哪呢？这就是咱柴油
会产生了废气。啊，废气的时阵，大家拢知影，环保车拢是咱的后背啊，伫倒垃圾。咱伫倒垃圾的时阵，无形中啦吼，有一日有300万的民众啦吼，会当讲无形中吸入这一种废气，啊，这是致癌。这种废气是会当讲是肺癌的主，真大的主因啦吼。啊，当然这是。未来人，咱来做一个检讨，哦，就讲伊这包括吼心肺疾病啦吼，啊，伊个风险拢上升，啊，包括吼啊，咱个肺癌啦，伊个拢有这个部分的上升，因为伊这有一挂啊空气中啦吼，伊个浓度啦吼，啊，咱足济会当吸收啊足歹个物件，就是拢问这柴油发生出来吼。啊，当然，咱讲的啦。我对着这部分者要来请教着咱环保局长，对着这部分了，你的了解，吼、哦。如果咱环保局是，大家拢知影，咱要求人节能减碳啊，唔当排放废气啊，啊，是毋是做空气污染制造啊？咱是环保局是一个单位，咱是监督单位啊，咱是执行单位啊，啊，是毋是这部分者你的了解？未来改为因即马就已经拢有一个新的发明啊吼，对着这方面者，是毋是你会当来做一个说明，讲未来啊这部分者爱需求啊呐吼？来，局长到。好，谢谢主席哈，谢谢陈议员哈。诶，再甲陈议员报告啦吼，其实一个粪扫车还是遮安遮的车辆改做一个电动的哈，这是一个趋势哈。这个其实这不对啦吼，目前整个一个演变就是安尼吼，所以目前一个相商业化的吼，就是讲目前市面上的车辆，对以前全部拢是用柴油的，即马已经演变做引擎是用柴油的，不过伊迄个压缩的，就是按粪扫单位粪扫车内底，伊要压缩的迄个部分已经用电动的。吼、哦，唔免讲，伫咧压缩时阵，得阁加油啦，吼、哦，得阁加油，啊，造成讲啊，规个迄个废气诶排放诶情形，吼、哦。啊，另外一部分全部电动诶，就是包括引擎，阁包括压缩，全部拢是电动诶，吼、哦。坦白讲，目前是搁咧开发，吼、哦。目前整个商业化的部分还没有那么样的稳定啦。所以，伫今年啊，今年环保署补助按高雄市环保局是有，总共是有二十一台，就是引擎是柴油，要么电动，迄、那个压缩啊是用电动的。Okay. 因为时间关系啦吼，啊，咱的环保局长，我要了解讲每一档咱的汽车油编列了多少？哦，我知影吼，差不多6000-7000几万。去年啦，哈，不，今年哈，今年是7700几万，7700。如果你那思考啦，哈，未来啦，全电动改变的时阵啦，一档吼有可能啦，我讲你啊，省70%啦，啊5000万啦，啊5000万中央啦，佮补助啦，吼，即马我知影，中央补助啦，应该是达到70%-80%啦，一台车啦500万，等于你咱市政府这边才补助。补两成，就是100万变的牛算，就会当来买一台啊。来，咱的油啦吼，会当阁省5000万啦，等于就会当加50台啊。五千万嘛吼，100万嘛，就50台啊。你往年你也算，这是一个趋势啦吼。啊，所以讲你中央补助了，你阁10年到12年的时阵，阁报废啦，吼。个咧当会当个上无个会当卖啦吼，咱个凊彩算啦2成啦，吼2成啦吼，你也算啦，拄啊完完全全啦吼，拄啊好免咱市政府拢免开半角银，佮兼一年省5000万，10年就5亿，哦，这是有那提供互你做一个哦单位的思考啦吼，我相信讲这是一个趋势啦，啊至于你拄啊讲的讲啊惊讲啊这个。电动的效果怎么样啊吼？啊，我相信讲这是一个趋势啦吼，大家拢知影吼。即马这零耗油、零排碳的吼，啊，包括伊的是低噪音，啊，重点是大家拢知影者吼。这Stop 是做电动车，伊的新能源是改变我们世界。
这是一个世界领先者，电动车的领先者。伊即届嘛，哦，咱经济部啦吼，邀请过来台湾来做一个啊这方面的演讲。啊，伊这就已经看出电动车新能源改变的世界。我相信讲，你也要有改变世界的看法啦吼。伊做环保局的局长，你未来你以身作则，包括恁咱公车。现在台中也有公车做我们的电动的嘛，全电动的嘛，因为你也看到您可以说您的水的这排碳 的问题都解决了，可以做以身作则。那如果你说这一天啦，一天一天啦，我说啦，我们所有啦接近到这垃圾都一时的民众，我们277万都27万一天都为着这倒垃圾的问题，一接触到咱的垃圾车，一定要重视。这是百姓伊的健康的问题。咱吼，这包括讲卫生局啊吼，拢嘛应该是一个啊对运动啊那样吼。我相信讲这是一个足重要的未来趋势啦。我希望提供本席提供你，会当我你做注意一下呢，我你做研究啊呢吼。谢谢啦吼，来请坐。好，谢谢议员。啊，因为未来的建设非常足重要，因为我知影阮地方吼足侪，包括1至4号道路的开发案目前的进度，啊，包括吼咱的高铁外环路，乌来到嘉丁啊，联络道路啦吼，啊，要加速办理啦吼，啊，第三就是讲咱的台省道湖内段哦，扩宽的进度啦吼，啊，一个就是。就是乌来啦吼，乌来乡阮乌来区啦，阮夜厝到一条中正路一段389号，伊边啊一条百米的计划道路，因为这是一个算一个川利的吼，川利足需要的道路啦吼。啊，阮嘛啊特别讲，这是阮副局长的算乌来竞赛吼，伊嘛真清楚啦吼。啊，第五就是讲建议咱评估到乌来啦吼。二零 K 来做一个生态的一个观光湿地，啊，包括就讲第六就讲陆祖科学园区衔接湖内东方路的开辟的工程啦，的进度啦吼，啊，第七就是讲嘉丁区咱沙仑国小啊南侧8米道路啦开辟的工程啊，啊第九就是讲吼，都第八就是讲茄定区咱嘉丁国小南侧8米的工程啦吼，啊，包括。咱建议讲，嘉丁路、故宫路三段连接台南市永城路一段的道路开辟的一挂计划了吼。第十就是咱有那足重要，嘉丁啊，咱兴达港发展的未来的发展非常重要。啊，我有那包括讲，因为时间的关系啦吼，无法度通把这个一日时间啊来啊，请咱有关的单位是毋是会当这部分啦吼？咱请干部局长，即拢有关的建设的部分，你做一个啊，做一个方面，会做一个安尼说明者，谢谢。来，局长到。谢谢陈，谢谢议员哦。重点我先讲1至4号道路啦哈，1至4号道路很注意哈，啊，咱啊一定环境影响评估啊通过啊啦。啊，另外以咱家庭啊设备这个部分吼。啊，你啊，现在这个部分，咱县是暂定为地方级的重要湿地啦。已经通过了嘛？啊、那个环评已经通过了，那就是地方嘛，吼，地方级的。那是咱是暂定，啊，咱进上一中央，啊，咱是安怎把它暂定为地方级的重要湿地？基本啊，知影讲早期还是一个监察，啊，监察以咱迄个兴达港咧发展的时阵，咱咧抽沙，啊，抽沙就是抽伊咱现主席这个湿地啦。啊！迄阵呢，我那蹲到吼，迄个沙，我那蹲到二三站楼啊悬啦。啊，接下来佫甲沙挖出来时阵，变作一个洼地。啊，洼地落雨了，啊，咱县市合并资料经过启用吼，也要做一些环境的保育生态。啊，我那甲它整地了，啊，进慢慢啊，浇挖出侪来，包括咱黑面琵鹭嘛。啊，所以遐栖息，遐觅食，所以整个茄定湿地的由来是这样子。啊，所以咱是因为这个由来，啊，所以咱给暂定为地方级的重要湿地。哦、啊，很主席，咱上月来进博，在评定啦、啊、哈。啊，目前是内政部在作业当中。好、哦，我希望这个东西是人造湿地哈、哦，
最多是地方级的了。如果规划为中央的，那就很麻烦，要开发整体来讲都很麻烦啊、哦。最主要是真正无到迄个标准啊、哦。啊，我拄好讲过，二仁溪啦吼，伊建置生态观光湿地啦吼，这是李建行的提防两边。两边提防，到一边台南市，一边高雄哦，这是上界自然的湿地了。哦，这出去到家庭啊外海，啊，往外海入来的时候，伊这境界，咱有足济吼的环境，已经，咱讲你包括讲黑面皮肉哪会，迄种自然会飞去遐。啊，若这种物件无占着百姓吼，你这种吼来做一个规划湿地，我感觉更较有利啦。啊，你啊看阮这二级建行的。好，市调你也看这家庭的事业一个天空吼的变化吼，所以讲我感觉讲这是有一个会当规划啦吼。啊，当然未来的一挂建设，我需要拜托咱所有的局处，大家才继续来阮推动。啊，因为乡亲吼真期待咱未来的发展啦吼，地方的发展拢是为着咱后代变去孙仔去拍拼。啊，所以讲足济咱乡亲来关心今仔日吼啊，明德啊对着咱局势的探讨。啊，局势大家互相来研究，看要安怎有地方的进步啊。所以讲，我今仔日吼会即顺啊到这吼啊，有呐感谢咱所有电视顶人吼啊，所有足侪乡亲啊，包括咱电台吼、啊，大家安尼收听着对着啊，闽德啊，对着咱市政府即届的总即顺啊，一寡吼互相来做一个检讨安尼吼，啊，互相来做一个进步。的规划安尼吼，啊，感谢啦吼，咱市长重点就是讲啊，要感谢讲今仔日咱台积电要来设厂，咱高雄真大的欢迎，包括捷运到罗德到乌来，会当讲阮真有生存吼、哦、一个地方的发展，啊嘛真感谢安尼，谢谢今仔日咱的总结顺到这，感谢各位，谢谢。好，谢谢陈明哲议员，休息十分钟。